我们有多大的能力，就有多大的责任。记住，你一定要拜入修仙院门下学习仙术。入了修仙院，但是你能学到多少，修成什么样，这个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谢仙尊。最近咱们修仙院的新鲜事可真不少啊，这小子不知怎么就打通了天脉。听说师尊收了一个凡胎弟子，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个凡胎有点意思。江城，随我走一趟。仙姐，你是在找什么人吗？你不要命了？要。如果没有性命的话，我怕有些担心我的人会伤心。修仙院是培养仙家子弟的，不是卿卿我我的地方。只要有他在我身边，他就是我的全部世界。江城，你快动手啊！如果你这么做了，你就永远失去他了。江城，你我都清楚，我们现在没有选择。若有轮回，我只求一世情缘。我不要轮回，我今生就要跟你在一起。杀我同门，害我知己，你这辈子就别想再出来。